雪白头，有几度春秋，曾许下的诺言已泛旧。踏过繁华浮生不求，修心静看透，如人心里贪婪，便从此无所求。刀剑冷眼风中，何问侠骨为谁留，傲转冰霜为酒中，此间一别就如何。少年归去成舟，竹林桥头避开江天锦绣，烽火狼烟风沙，横刀立马争天下。刀剑冷眼风中，何问侠骨为谁留，傲转冰霜为酒中，此间一别就如何。爱恨情仇，知己一杯酒，一君看桃花，不问世间几多愁。抓紧练功，吵嚷什么？山叔，师兄被天上掉下的人给砸晕了。什么？天上掉下的人？我没死，可这是什么地方？看起来和家乡很像，但真气却没有共鸣。在了解这是哪之前，我还是先装作昏迷，静观其变。幸亏严浩师兄修为就要突破红尘境，不然肯定受伤。山叔，这臭小子突然就掉下来，看样子不像是我们严家领地的人，也不知道哪里掉下来的无名小卒。只是晕了，气息还算稳定。一个无名小卒，老天爷，我就知道你不会为难严家的。啊，抓起来带走。什么情况？怎么有种不好的预感？山叔，天火宗明天就要上门强行提亲了，可小姐……天火宗仗势欺人，小姐性子执拗，宁嫁个无名小卒也不愿委身于天火宗。可这件事情如果解决不了，天火宗肯定饶不了我们的。等天火宗带走小姐，严家就无人能和我抗衡了。待祖地开启，祖地开启在即，正愁如何应付天火宗。不过现在老天送来个毛头小子，让我想到个办法，正好缓解现在的局势，能拖到祖地开启，小姐拿到传承之后。山叔，莫非你要不要再查一下这个人的底细？这个人身上半点修为都没有，
估计是个落水的平民，不必担心，我这就去和小姐商量。该死，不知从哪来的臭小子，可别坏了我的好事，看来得找父亲商量下对策。这里好像是个修行的家族，也许是招我当个杂役什么的，这样也好，熟悉下这里后我就远走高飞，赶紧找到回家的方法。师父，啊，回来了。有人来了。总算找到适合的人了，接下来就可以用假成亲骗过天火宗了。成亲？你开什么玩笑，我可不答应。就知道你装婚，怎么不装了？你们抓我来做个杂役还行，要成亲还是算了吧。哦，怎么做我们严家的上门女婿还比不过杂役？当然，你都说了假成亲，看你们家族也不小，那天火宗你们都惹不起，别说我这个毫无根基的人了，恐怕明天我不是被天火宗杀了，就是被你们舍弃。嗯，还算聪明，可即使知道了，你又能怎样？妈呀！我不好了，天火宗马上就到了。他们怎么会来得这么快？我去通知的，能不快吗？快去通知小姐，务必在天火宗的人来之前拜完堂。这么快？对，现在就成亲。看来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。小姐到。哇，妈妈，我又恋爱了。神叔，就按您说的，现在最重要的是祖地开启，只要我们娘子休要惊慌，天火宗的事就交给夫君吧。谁惊慌了？你这个登徒子。登徒子？我？人美心狠呢。拜天地。等等。终于来了，走了。是他。是天火宗顾鸿安，他怎么来得这么快？严小姐，你明知我家少爷对你一见钟情，你还敢嫁别人？当我天火宗是吃素的吗？300年前，人族最强的御灵师以身化鼎，封印了为祸人间的黑龙帝尊。帝尊残党从未放弃对御灵传人的追杀。青青，我要你去斩断与他的因果。尊主大人的命令你还是忘了？你能控制定灵针？难道你是？我要成为天下第一御灵师。扫码关注所以文化官方微信，了解更多独家内幕与花絮。斜阳风下迎风沙，几度春秋，江山如画。
尘已是繁华，缘分几何，等你回答。浪迹天涯，对你牵挂怎放下？旅行肝胆，与你四海皆为家。